我应该送只狐狸才配你，一再在我面前装乖巧，实则全是虚情假意。我，骗子。殿下也骗了我。什么？殿下先前说要放我走，说的是实话吗？殿下气我没有读过兵书，不懂得什么叫以退为进。您千方百计，不过是为了诈我的心意。现已无事，奴婢告退。诈你心意是真的，放你走也是真的。哎，这是干嘛呀？你别推我，我有要紧事禀报。哎，这殿下忙着呢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他自己闯进来的。哎，他。